让驾误以为他是日本人吧，但其实新野优可是货真价实的台湾正妹哦。如果表情以丰满性感的身材，曾获得车辆女神第一名，最擅长的就是性感火辣的歌舞，私底下也非常的喜欢塑料领、唱歌、跳舞，还有看电影，真的可以说是动静皆宜呢。下一位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蛋黄，三围是34D、24、34，个性相当活泼开朗，喜欢与人群互动的蛋黄，喜欢透过尝试新鲜事物为生活增添乐趣，平时也非常喜欢透过 cosplay 带给各位最多元的面貌，私底下也是一名专业的线上游戏实况主，现场的朋友们是不是看不出来啊？下一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凯蒂，三围是32F、24、35，个性活泼开朗的凯蒂，平常最喜欢旅游吃美食。凯蒂除了拥有身材火辣以及漂亮的脸蛋之外，不要看凯蒂这样哦，其实凯蒂私底下还是一位非常有生意头脑的正妹老板娘呢。下一位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Cynthia， 三围32E、24、35，火辣高冷的外表下有着温和好相处的性格，喜欢唱歌跳舞，不论什么武功都难不倒她，平时也喜欢透过健身流汗来疏解工作上的压力，像这样的阳光女孩，我们怎么舍得把目光从她身上转移开来呢？下一位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毛毛，三围是32E、24、34，个性活泼爱笑又不怕生的毛毛，常常借由工作飞到世界各地拍摄不同风格的照片，也非常的喜欢去体验当地的文化，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非常非常的棒。最后一位要跟大家介绍到的是 Selina，三围32D、25、34，外形相当的出众，气质非常的大方，喜欢看电影吃美食，也很喜欢跟自己的朋友到处旅游到处走走，平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钻研时尚美妆，喜欢与人聊天，也喜欢交朋友。最后我们今天的压轴好戏要登场的就是今天特别前来台湾参加开幕的韩国五冠王美胸赛车皇后朴槿恩，朴槿恩身高171公分，三围是36G、25、33，更是在今年获得 Carmo 照片日 Pink 越野大奖赛 Victorian Auto Week 首尔 Auto Salon 五冠赛车女王的封号。今天真的是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参加我们的开幕典礼，真的是要杀光现场所有摄影师的底片了。哇，大家看到我们现场呢，除了有我们的朴槿恩之外，我们后方所有的车展美女一字展开来，让我们一起往前走。这么样迷人，这么样养眼的画面，只有在我们2019台北新车大展才看得到。让我们大家摆出最性感、最迷人的 pose， 看向中间。好，看向左手边。好，最后转向右手边。好，最后我们再回到中间。小姐，要怎么拍啊？啊，什么鬼啊？他叫男的来拍，怎么叫女的？4、3、2、1，好，我们请我们美丽又性感的车模先留在场上，我们先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赛车皇后。感谢您的观看，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掌握最新影片动态，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 Thanks for watching.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